早上你要辞掉的小郭家里比较困难，他爸爸生病了。公司是慈善机构吗？谁让你在地库乱跑？你不知道在地库乱跑很危险吗？啊，万一伤了怎么办？我现在非常严肃地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在地库乱跑，明天就自己去，明天就没有好吃的了。记住了，去吧。你把白天那边的所有绩效和周报发我。好的，于总。于总，之前的事儿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呀？我爸生病住院了，我家里要还贷款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你能不能别开除我呀？啊，于总。你的私事和公司有什么关系啊？云浩，云浩，你个冷血的王八蛋！九点，还不回电话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。苏可兰，我说过了，手机要24小时开机，意思就是不管你在吃饭、睡觉还是在干别的什么，要必须立刻马上接我电话。喂，肖律师，对，节目组的事，你给爱金先发个函，他们估计想要上市，所以才会冒着赔偿违约的风险，想上节目扩大一下影响。我估计热搜上那么快，应该也是他们搞的鬼。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合同，算一个最高金额的违约赔偿，吓唬吓唬他们。节目组一堆连加减乘除都算不明白的艺术生，瞎算得上他们也信啊？行，挂了。苏可兰，不管你现在人在哪，立刻马上到节目组跟我汇合。哎，别抢我的！哎，我先夹的，好好吃啊！太好吃了！不是说你不喜欢吃苦瓜吗？抢那么凶！我说过嘛。哎，可兰姐，哎，你有没有道德呀？生抢啊！教教我，就抢你的。很多人不喜欢苦的味道，所以去苦要细致，去瓤、腌制、焯水，咸蛋黄碾碎煸炒。下苦瓜，
裹上咸蛋黄的苦瓜能中和了苦味，却能保留住去火的功效。有的食材即使不喜欢，但只要吃它有好处，那花点心思就能变出惊喜。你是说于浩是苦瓜？那他可不吓唬。我吓唬，我吓唬。丢脸的事干嘛话不说？现在得跟我说清楚，你做梦的时候叫的那个嘟嘟到底是谁？你喊一次也就算了，成天做梦都在喊，都喊了12次了，还偏说是动画里的人，你当有人会信啊？分手！各位看官，这个节目还满意吗？吃好喝，吃好喝，吃好喝，很不错，影帝啊！已经是第六个这么跟我分手了，为什么都不信我梦话说的是动画角色？我看，你叫的压根就不是动画片里的，是陪你一起看动画的人。换个话题，来，看看我这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乱七八糟。哪哪都不好，一个月不倒算你。你舅舅我店今天新开，还特地给你家员工折上赠礼，你就这么说我？我这哪儿乱七八糟了？中华小当家，你小时候喜欢，嚷嚷着每天要看才把我带进坑的好，这会儿你又嫌弃了。小时候是你哭着嚷着让我陪你看啊，大哥。叫舅舅。对过去诚实都让狗吃，也是，诚实的人用什么替身造什么人设，现实。来，你那事儿闹这么大，怎么着？有人在处理，你就别瞎操心。你这事必躬亲，连代码都要自己看的人，放心让别人处理。什么人让你这么放心啊？别动动就是那样吧，点菜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星期一来这么晚，这孩子真是没事。刚从成都赶回来。走，快招待客人。我儿子李寻是什么成都公司市场部总监，工作特别的忙。没事，没事，一点小礼物。谢谢。哎呀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来来。